苏醒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到我们之神，开展新锐之心灯，鼓舞人心，创造新天新地，盘古开天新天新地的新一页，新的人民，新的DNA，新的智慧，新的佛果，透过鼓舞之心觉醒在人间，彰显人间。感恩阿弥陀佛，更感恩我们的导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完全交托。